我们对有关的报道表示关切。近段时间，日本政府、东京电力公司就强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动作频频，加快排海方案审批进程，启动核污染水管道排水口等工程建设，对于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正当合理关切，日方拒不回应，时至今日仍没有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的正当性、核污染水数据的可靠性、净化装置的有效性、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做出充分可信的说明。日方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。日方应正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广大民众的正当诉求，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，寻找核污染水的妥善处置办法，而不是固守并强推排海方案。